PK 秀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两位主厨，也就是我们大园的两位哦，一位呢是我们的采风楼主厨陈克强陈主厨，掌声欢迎陈主厨。另外一位呢，则是我们女性的主厨哦，是我们亮瓦锅小云主厨，小云主厨欢迎。这两位主厨呢，会我们小云主厨是针对哈、我们台南的我们的虱目鱼肚，对不对？今天准备的是虱目鱼肚哦，那我们的陈主厨呢，则是准备的是我们的鳝鱼，也是我们台南非常著名的一个小吃哦。那这两位主厨今天呢，要做出什么样精彩的料理呢？在进行示范 PK 之前呢，我还要来邀请另外一位主厨哦，也就是我们37区巡回移动展专车上面的这一位哈，我们欢迎我们的伟哲主厨，好不好？来，一起来到我们前方哦，来，请我们市长来前方哦。我们 PK， 所以呢，我们市长要帮我们呢哈来做一下裁判，好不好？那同时呢，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是蒲烧虱目鱼哦，我们鳝鱼那边则是鳝鱼，所以我们这边呢是不是也请我们市长也可以戴上手套，好不好？因为我们要请我们的小英主厨呢。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蒲烧虱目鱼肚小汉堡。那这边是陈婷了，是不是？对。好，所以呢，我们的小云主厨呢，他现场还要来示范来制作哦。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的伟哲市长呢可以照做。好、哦、好、哦、好、哦，来 ，OK， 待会你要做那个评判呢，要来裁判，到底呢？对，好，来，我们小云主厨可以先开始，好不好？他所采用的这个汉堡哈，这个一般我们汉堡不是这种面包吗？市长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是台式的，有没有菠萝面包？打龙爪也对，所以他所用的这一个方式呢，又不太一样食材的部分哈。那所以小云主厨，你刚刚铺上去的第一个食材是我们自己煎的玉子烧，对不对？然后我们有煎那个牛奶，所以它的口感。比较软嫩一点， okay, 然后会再沾一点蒲烧酱汁，所以它会吸的那个蒲烧酱汁会比较有味道一点。所以这也是结合了日式的哈蒲烧酱嘛，虽然会有一点咸甜的一个味道，对不对？最后一个动作，市长说他可以，那我们市长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最后这个动作很重要哎，好哎，完成我们第一道，由我们练瓦，我们郭小鱼主厨所带来的这一道就是我们的蒲烧虱目鱼肚小汉堡。我在这边旁边一直闻到这个香气，很香哦，待会有机会可以大家来品尝一下。好哦，马上市长，我们要移驾到左手边哦，我们左手边由我们采风楼陈克强主厨所带来的这一道是鳝鱼沙窝，对，鳝鱼沙窝饭加一点那个我们的广东人的煲仔腊肠饭，是，对，再放那个鳝鱼，因为我们的腊肠饭比较香，对，拌鳝，还有我们是故意做一点那种锅巴，这是比较粤式啦。我们陈克强主厨他擅长的就是这一种中式粤式料理啊，所以他今天带来的呢，也就是结合了我们台南特色我们的鳝鱼啊，那另外呢，也就是他擅长的一个粤式料理的一个做法。哦，锅巴饭的香气有出来哦，这个锅气有，好哦，哇。好，再把这个烧鱼，市长马上要来做这一道呢，也是有画龙点睛效果的这一道我们的鳝鱼砂锅饭非常需要的这个最后一道的一个成语，有没有看到这个烟雾出来了？哇，让我们的这一道鳝鱼砂锅饭呢也完成哦，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掌声鼓励，谢谢。有没有喜讯？有没有试吃？克强主厨说要不要试吃，而且还小声的、贴心的问一下。哦，好。要加盐水吗？要。我现在盐水就补盐的哦。好，盐水。要丢一点，我要吃盐水。好哦，来加上去哦。现场呢，来品尝一下哈、哦，现场可以来品尝一下哈、哦。这是什么？这个是怕大家
不高给他的这个程度。哦 ，OK， 我们另外准备的哈，太好了，我们客家成品在这边，是现场可以欢迎另外的。好，我们先拍照，先拍照哈。再等一下，淋一点这个是港式的哈，广东酱油，港式的酱油哈。好，看一下我们前方，谢谢。好，也右边。好，右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咯。好，我们待会还有一个，拍照啊，我们会请两位主厨跟市长一起的。那我们先让市长先品尝一口，好不好？试吃一下，好，好。来，我们请小云主厨，还有您的哈，小汉堡，胡烧，好，我们中间，好，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镜头，左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喽，左边停留一下哦，然后右边，好，右边哈，好，所以我们的市长，到底你要选择的是你的左手还是你的右手呢？今天既然是我们的 PK 秀啊，但是市长说了哈，他两个都不要选，他两个都要。对，小孩子才做选择，对不对？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哪一道呢？两道都精彩，两道都美味。好，再让我们前方的记者可以来做一个拍摄哈 ，OK 吗 ？OK。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大合照哦，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哈，先把我们的这个餐桌先移到我们的左右两侧，好不好？先也移到侧边哈。我们接下来呢，要请我们与会的各位长官贵宾呢，来到我们的背板前方哈，我们一块的来进行合影。